你是何许人也？你是他们家的大舅爷，那更不应该了啊。哎呀，不过对你来讲，发不发帖都无所谓，曹家的大门不是随时向你敞开吗？哎呀，袁田先生啊，我可真佩服，真佩服你，愣是把自个儿的亲妹妹，哎，对了，是亲妹妹吧？我的妹妹就不劳你费神了吧？哎呀，你看我这话问的，这不是哪壶不开提了哪壶了吗？你，对不起，袁田先生。哎呀，孟来才，你看上去有点春风得意呀、啊。实不相瞒呐，曹大人有一批大买卖找到了我，我能不高兴吗？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哎，当初你做大买卖的时候，不也得意过吗？哎，孟来才，那我袁田俊雄祝贺你了啊！谢谢，谢谢。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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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站在这儿跟个木桩子似的，跟我一块进去吧。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跟着我进去，曹大人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别抹不开这个面子了，面子值几个钱呢？走吧，跟我进去吧，大舅爷，走吧。孟来才，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相信曹大人不会慢待他的日本客人的。哦，对对对，真不进去了。那我先进去了，那我进去先了。富强啊，哎，明儿给袁天先生准备俩篮子，大个儿的。干嘛用？大髓呀、啊。哎，孟买办，进。嗯。以后常来坐啊。哟，孟老弟。哎呀，我的老弟呀，你怎么才来呀？啊！哎呀，曹大人贵人天佑，否极泰来呀！弟妹多少年没开口了，今儿把家伙事儿都带来了，给大人祝祝幸福。哟，那是我的福气呀！哎呀，多谢了，这才叫真情义。待会儿，待会儿，消停了，我洗耳恭听。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多谢多谢啊，也多谢诸位了。啊，诸位啊，蒙段总理抬举啊，我又官复原职了啊，才有此一句啊，哈哈，要不然我这门槛儿怕是没人再踏了。不过有此变故倒是好事啊，使我看清了很多人呐。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道是寒冬腊月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啊。好在我还有孟来才孟老弟这么一个真朋友。哎呀，想当初他毁了我儿子的婚事，我还真生了点气呢。可是怎成想啊，我倒霉的时候只有孟老弟一个人来看我，陪着我喝酒聊天，倾诉衷肠啊。哎，这就叫患难见真情，这才是我的真朋友。哈哈，老弟呀、啊，哎哎，还有一个真朋友，那就是韩内根韩先生。哎呀，想当初什么东洋的西洋的，一个都见不着了啊，只有韩先生一个人才上我这儿来做客呀。哈哈，用中国人的话讲，你这是仗义。多谢曹大人的褒奖。还希望您往后多多照顾我们的生意。什么叫照顾啊？咱们都是真朋友了啊！你仗义，我就得更仗义啊！我得500万的订单只给韩内根先生一个人。好，谢谢，谢谢。啊，哎，请请请请请请。健太、今日のことは一体どう思ってるんだ。あ、これもまた予想しておりました。
そうパンか軍事経理を握ることも予想していたのかすみませんお前は全く鼻が利かんな六年なし門来生の方がよっぽどいい花を持っておるわ多分北京から情報を入れたと思います言い訳はもうよいお前はまたろくでなしに負けたんだ恥を知ることだはいこれからを考えるんだソーパンを手にしたら政府の軍事部を手に入れたと同然だ必ずこの局面を覆せそうでなければお前がよく知ってるはずだしかし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だはい福全吗？哎，真是福全吧？袁天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哎呀，福全，我最欣赏你弹的这个了。您过奖了。还在太太身边坐吗？是，一直跟着太太呢。怎么样啊？哎，就那么回事嘛，到哪儿都是混口饭吃。袁天先生，您在，太太叫我呢。哎，林福全，弹得好。谢谢袁天先生，谢谢。马上回到曹福宝身边去吧，必须，我要求你必须马上回去，让曹福宝听命于你。为什么？哎呀，曹鹏官复原职了，当初幸亏我多了个脑子，说你回日本了。现在，春子，现在
该是你回去的时候了。哥哥，我不愿意。哥哥，我不愿意。春子，愿不愿意都得回去，必须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只能修复我和曹鹏的关系，知道吗？这也是领事的命令。再说，我也不能就这样输给那个叫花子孟来才，这样会叫别人笑话的。哥哥，我是你妹妹，我是你亲妹妹啊！你难道就真的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吗？我不愿意和那个曹富宝在一起，我不快乐，我不幸福，我觉得很恶心。春子，什么是幸福啊？啊？难道你跟那个姓赵的记者在一起就是幸福吗？正因为我是你的哥哥，你就更应该跟我站在一起，为我们大日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为崇高无比的天皇奉献自己的一切。哎呀，春子，你看你哭，哭什么呢？不哭了。哥哥都能不顾冷遇重进曹府，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来，现在就给曹富伯打电话。嗯，来，就说你刚从日本回来要见他，现在就打。哥哥，父母去世的时候他们让你照顾我，难道你就这么照顾我？你还是不是我的亲哥哥？我不干，我死也不干。你死也不干，那你活着干什么呢？啊？难道就是为了拿这个唐诗想着那个姓赵的男的吗？我的事，别死我的事。啊，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让你把它忘掉，忘掉！起来，马上给曹富伯打电话，现在就打，来，打不打？打！绝不！你说什么？
事，到了塘沽码头先别卸货，等南方那个船到了以后，靠近船再卸货啊。嗯，那我现在就去给他们送信儿。好，你放心吧。好，路上小心点啊。放心吧。哎呀，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刚到。你们小爷俩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啥呢？嗨，我刚才问小云这报纸上的事儿。啊，报纸咋的了？你看啊，这德国在欧洲战场，我在琢磨着是输了还是赢了。赢了好办，要是输的话，咱这洋行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哎，你能不操个那么远的心吗？你能操操眼前的心吗？我们戏词儿上说，福祸无门，唯有自招。现在这个曹大人好不容易又成了你的座上宾，你可别放着好日子不过，没事找事儿。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给我买个猫眼儿呗。猫眼儿？猫眼儿还用买吗？你这不就是猫眼儿？不是这个猫眼儿。哎呀，我的这笔生意曹大人还没给我定金呢。还没给你呢？那你不是还跟那姓孙的做生意呢吗？哪个姓孙的？就是南方那个姓孙中山。咋的了？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咱家啥事能瞒得过我呀？哦，你这娘们儿学会偷听了啊？我就偷听，怎么着？我就听了，怎么着？好歹我也是洋行的财务总管，你们做这么大生意都不让我知道。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怕你知道为我担惊受怕。真的？那你觉得我还少为你担惊受怕了啊？你上回差点蹲监狱、蹲大牢，是吧？不就是因为跟他们来往吗？是吧？我还少担惊受怕了吗？担惊受怕，你总得表示表示吧？反正你得给我买猫眼儿。行行行，买买买，别说猫眼了，我给你买只猫，波斯猫，行吗？猫眼比猫贵多了。啊！先生，航母警长到。让他进来。袁天先生，您找我呀？找我？啊不。应该叫韩警长。嗯，来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呀，您了甭客气。快快快快，咱们呢是劳教道，有嘛需要我的地方您说话啊，我为您效劳。韩武啊。嗯啊，不，韩警长，今天叫你来呢不是为了别的，还是为了打听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谁呀？孟来财。他呀，人家现在啊在曹大人那儿称兄道弟，那是春风得意啊。哼，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不知道用什么手段笼络住了曹鹏，就感觉这天下都是他的了。您了这意思是要？我看只有你韩警长才能让他收敛收敛他那嚣张的气焰。那当然了，不是我说啊，早晚的，早晚我把那小子给得拢了，你看着。哎呀，韩警长，他私卖军火给南方乱党的案子，您还在查吗？我一直盯着他，有何进展？嗨，这老小子老奸巨猾了，我回回撒网。他回魂溜掉。哎呀，我要是在洋行里头，
有个内线就好了。内线，内线。喂。孟太太，我们洋行新进了一批好布料，您要不要过来看看？哎，真对不住，我最近特别的忙。啊，改天吧，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一下，我就过去。不会吧？忙得连我都听不懂了吗？那不如我去见见孟美吧。我相信，我跟他一定很有话说。比如，正金银行的保险箱。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热情？好啊，那我就是盛情难却了。好好的，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一下，我就过去，好吗？子斌，王八蛋！怎么了？是不是看我受曹鹏冷落，你也避之不及了？嗯？我哪敢啊！你这不一招呼我就来了吗？明白这个就好。彩凤，你我的交情不是。我喜欢了很久了，跟孟来才央求了半天，他才给我买的。他能给你买得起这个，说明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他跟什么人在做生意？还不是那些当官的，北边的，西边的。他这些事儿从来都不跟我细说。有没有南边的？南边？南边的不是乱党？孟来才哪有这个胆量跟他们做生意啊？没有。真的？真的？我还能骗你啊？彩凤，我相信你。嗯？哎，不是要买布料吗？去看看。谢了。发洋行混得很得意吧？哎，别提了。嗯？怎么了？
像你这么伶俐的人，又有彩凤罩着，不应该吧？你说的是啊，照说我是太太的人，谁都认为我在洋行里呼风唤雨，春风得意。可不瞒您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个打杂的。是吗？可不，你说有这样的吗？他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凭什么这样对我？我看啊，他们是诚心防着我，哎，也防着太太呢。哎呀，可惜，可惜呀！像你这么聪明的人，要是在我们洋行，那还不早就德方洋行的好日子快到头了？不会吧？你们的政府就要对德国宣战了，不巧啊，这一旦宣战，会是个什么后果呀？我们中国真要跟德国打仗，那我的饭碗不砸了吗？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名言吗？未雨绸缪。怎么绸缪？福全，从现在开始，你就和我们元和洋行合作，很简单，就是把你们德发洋行所有生意往来的信息提供给我，好不好啊？好，多谢先生明鉴。在哪儿干不是干呢？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您元和洋行的人了。你走嘛亲戚啊，来这儿跟你同党接头的吧，瞧你小子这样就是乱党没跑啊，赶紧招认，免得皮肉受苦，听见没？啊，不是不是不是，长官没见我，真是走亲戚的。我说这不行啊，你抓的嘛玩意儿，赶紧弄几个像样的回来呀。抓谁呀？抓，管你抓谁呢，活着让找去啊，碰着说鸟语的抓起来再说，马上就上边下来人视察了，快点，快快快，来快快，哎呀，走走走，葛大人到，来不及了，列队吧，列队吧，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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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来吧，按高矮个站齐了，站站齐了，站齐了，高矮个，听见没？全体立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从北京来的督办大人。哎呀，我这瞧见谁了？葛大人是您呐！哎，葛大人是您了！哎，葛大人，潘武带领部下向您请安，敬礼。稍息，葛督办是奉北京政府的命令到的，特地来缉拿南方革命党案子的。报告葛督办，我们在局长的带领下一直认真缉拿南方党，请您往这边看。这都我们抓来的。蔡武，你们干得不错呀。局长您夸奖了，憨活不辞劳苦，院校全麻之力，只是一心为了皇上。不对，为了大总统保驾护航。潘武，这些都是你抓来充数的吧？不是，那哪能呢？把嘴堵上。从现在开始，这满大街乱抓人的事儿都给我停停吧。那不让抓人了，要我们干嘛去？根据可靠情报，南方乱党正在通过天津租界的洋行购买大量军火，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如果情况属实，我们抓紧时间侦办。哎，对呀，我们早就掌握一情况，德租界里的德发洋行跟南方乱党有关系。你是说孟来财？对，孟来财。就是孟来财，对对，孟来财。你们有真凭实据吗？真凭实据，我们目前还不是
大概齐吧。听说各位，洋行都有洋行的背景，事关外交，姿势体大，我奉劝各位务必谨慎，万一抓错了亦或抓对了人，你们却没有真凭实据将人家告倒，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逮不着狐狸惹深骚，人家政府会反过来告你们的，而且会一直告到北京去的。那么说他们我们还动不了了？不要动，关键是稳准狠，准备要足，出手要快。你们从现在就下大力气，把天津所有做军火生意的洋行全部监视起来，不论他是德国、英国、法国还是日本。卑职明白。卑职也明白。所获情资一律向我汇报，要具体到是哪一家洋行，买主是谁，订了多少枪支弹药，什么时候交货，在哪儿交货。从今天起，如果从你们这天津码头流出一颗子弹给了南方乱党，那可别怪我葛某人不留情面，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韩武，哎，葛大人的命令你得听清楚了，如果出现问题唯你是问。是，我明白了吧？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所有行动都不能走漏风声，不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一律保密，如果谁要在这中间出了差错的话，我不但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严重的让他全家脑袋搬家。哎，是。我再说一遍，如果在督办面前让我做难，你先走人。哎，是是是，您小气儿啊。我明白。看嘛，看嘛，看嘛啊！我也再说一遍，往后你们谁敢让我在局长面前为难下不来台，我可不客气，我让他当场砸他饭碗。愣着干嘛呀？大眼瞪小眼，这愣着干嘛呀？赶紧查去！让我们上哪查去？啊，你问我呢？我问谁去啊？你去英租界啊，你去法租界，你去德租界、日本租界、意大利租界，甭管啥租界，都去查去。这都不对，知道吗？弄清楚。哎呀，东家，哎，东家，哪个在呢？啊，在库房呢，我给您叫去啊。去。哎。我是来告诉你，你要的那批军火已经到了。先别歇，先放那儿等着。哎，孟大哥，韩先生，极品铁观音刚沏好，您尝尝。行了，放这儿吧，你先出去吧。啊，哎，把门关上。哎。还不好好的吗？是，怎么突然肚子疼吗？你看，哎呦，来劲了，哎呦呦！那你别耗子了，赶紧找个郎中调调去吧。哎，好，你在这盯着啊，我去了啊。哎，
梅，给我接警察署，找韩警长。对，韩武，我有重要的情报，需要马上见面。走，上，快！哎，你们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啊！我这点注意点啊！快点，快点啊！我这点注意点啊！哎，你们这边，快点，装稳当，马稳一点，听着没有？快动船，马上走！轻点啊！我得走了，咱们后会有期。好，啊，留神啊。好嘞。咱一走，到。过去吗？哎呦，找死了！我还好，这船是固的，只有河大巴士知道上面的东西。那走吧，小笨头在车里等着呢。军火给南方党，劝你赶紧投降，我留你一条活路。妈的，你死路一条了。哥几个，船要开了，赶紧上啊！赶紧上啊！打去！船员经理哥，可以撤了。大旗儿西，撤了！跟我打呀！快走，跟着拼了！